也太便宜了吧，73块！哇塞，我去抢还比较快。我认识鱼干嘛？鱼干我认识啊，可是干嘛是谁我不知道啊。发大财喽！看，这么多人，其实我应该要让其他人先进来，我可以做早班就好。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再踩一波就休息，我就要准备睡觉了。之后啦，之后就是除了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五以外的时间，应该就是玩 RP 了，对吧？我把这只角色发展起来，去抢银行个头啦！我的设定是个俗辣，不太敢做那些事情。完了欸，啊，我刚刚车要，我先去把刚刚那台车处理掉。我一直在马路上回转，天啊！我是迷路了，等一下，莱斯特，你家在哪？我知道你们给的建议是好啦，可是就是不能决定要我做什么。这个其实我可以直接把你们 ban 掉啦，但是念在我还是新手的阶段，还是 ban 一下好了。阿恰嘞，车车嘞，外星人拖走了，对吧？除非我提问，我发问啊，不然你们这样子直接讲一大堆。玩的人一定会不开心啊！知道有时候可能无心无意，但是就是游戏规则就是这样。没关系啊，因为我最近想比较开，因为撞墙撞太久了，想法比较没有以前激动了，不然以前的话我就直接屌了，一直骂到你们可能就是从此不看这个人的台了，这种骂法。啊，不过有那种是些可能就是狂叫我当屠夫，不是指你们啊，是不比如啦，做屠夫啊那种一直狂洗的那个就是真的没救的，那就是对他念经也没有用，他就是一个渣。因为现在秤还没有
公职那些，现在都几乎纯单机，还能跟你们聊。啊，等到如果真的进入剧情的话，聊天室我可能就是不会顾虑到了。对啊，也不是说我大牌啊、嚣张啊什么的，要专心。而且，万一被你们的语言影响到我的情绪，你们懂的。是各大台都一样啦，大家都是一定都会被影响啊，或多或少啊，有些表现得出来，有些就是会藏得很好。然后或是造成说，台主没生气，啊聊天室就先吵起来那种状况里面，你错过了什么吗？错过了小黑不见了，就这样而已。刚刚陪我走完14公里多的小黑没了，对吧？反正就是每天可能再讲一下，就是不要聊天室吵起来，因为实况组都没有吵啊，聊天室先吵这样也不对，这样一定不对。啊，还是我就当个动保就好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的人设都拟好了。我说你不可以欺负动物哦。对啊，他陪我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哎，虽然最后我是开了这个去卖钱。我之后赚钱把它买回来 哎，像还好，刚刚如果那个计程车，他如果开车太过猛的话，就会说，对啊，是会吵就代表是挺我、爱我、支持我啦。但是，就是说，没必要，就是造成说，那怎么讲？你们吵起来，这样子实况组也很为难啊，也很难收拾后续，懂吗？嘿嘿嘿嘿嘿。啊！啊，看到 YT 那个打字，要不是我现在没有手，我就把你 ban 了。这样。哦，我今天下午画的图，我真的拿来做贴图了，就是 Twitch 的图，我直接调整大小贴上去了，所以有新的图哦。不行啊，我总觉得很危险。那只猫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确定真的不会有猫出来哈？我好怕哦。我可以到是在说什么吗？我说什么？反正就是。是问哪一个问题呀、理性解决问题会更好，不一定要用吵的。没办法，可是现在很多聊天室文化就是嘴啊，这 避免不了的啊。什么游戏？这个是 GTA，但是这个模式是 RP，RP 就是。欸，那什么东西？什么 play？哦，角色扮演，不是 cosplay 哦。啊，像下午的时候，画画有说，你们刚来的话，如果真的不知道，可以加个请，因为刚刚，欸，怎么用说？
刚到，请问发生了什么事，或是现在在做什么，都可以讲个加个说自己刚刚才到，请问现在在做什么之类的，而不是一进来就说在做什么，这种看了也很烦啊。被喂被追。啊，你就欠嘴啊！兔窝也很多欠嘴的啊，没办法啊，这是避免不了的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等下去买吃的跟喝的，会饿死。哦，线，线没了。驾照我等明天再考，我现在精神状况其实很差。会以往这个时间在管很恍惚的在管台，你看我打哈欠。就为了参加密室逃脱，然后花了一个礼拜把作息，就是会，早睡早起的作息已经持续了一个礼拜了。是为了密室逃脱，我们有车吗？看个地图。我没玩极速领域哦。像第五人格跟极速领域这种要讲模仿吗？也不是，反正第五人格我是绝对不会玩啊。极速领域是不是抄袭还是什么？我没有去听啊，因为它个很像跑跑卡丁车啊，但是我就没有想要玩。啊，卖完这一趟，关台咯，之后再开吧，反正就是每天会开啦，再改成每天会开台，只是说要等我影片剪完，或者是开台花花还是怎样的，对吧？我知道那是电脑变成手机啊，所以跑跑卡丁车手机有手机版的话就比较落实啊。会放直播记录吗？我都会放啊，你可以去订阅我的“繁星完整直播记录”这个平台，不是平台，频道。有时候左上跳好快，我看不到。请小碎，嘿，立即告知。这里很和平，因为没啥剧情。等我找到公子啊。因为现在是因为没有同事，没有公子，所以没有剧情啊。刚刚计程车杨乐多也说，我是目前岛上唯二的裁缝师了。因为为什么要早睡早起啊？不然你看，我如果都睡白天的话，啊，如果去密室逃脱，我进去也是睡觉啊，我花钱进去睡觉干嘛？传说对决哦，传说对决我不会玩啊，主要也是因为我的手机烂呐，我的手机没办法玩那么好的，没办法跑那么好，我光是玩子母就有点勉强了，不知道子母